勾营责人。少孤执天宝乱，退耕路。浑山以养母，不干周礼。转运使刘晏奏补宁陵、宋城卫、山。PG 2247。南节度使张献诚表南郑臣，皆谢不应。大历中以讽谏主文科。高帝授大理评事，调杨迪臣，以拔萃为万年位。崔右辅为乡。卓左不却，初为金元帅府判官。入拜侍御史、刑部员外郎，以母丧解。弃丧，迁吏部。贞元初，赵泽时沈郎至基，敕寻于检校本官兼奉先令。明年，进饶州刺史，入为谏议大夫，四迁吏部侍郎，为河南尹。未入晋，会德宗生日，引当献马，立御前取印。白寻于世事，且内置。寻于徐曰：“未到官而拒事献，礼于不听。信言重少言，未尝以私托人，而人亦不敢业以私。”即至河南，亲近会下，见敛贵发以便民。方士时，韩权亦将兵伐蔡，河南主溃运。寻于密处之杨迪，以给官军，百姓不知旧运。劳凡迎送赤使，皆在长处，立密时骑马，进退不数不差也。权亦与监军别席有所取，非诏约者，寻于折挂必不愁。至军罢，凡数百封。有见者曰：“军需其会为急，功可不报。”寻于曰：“武士统容，多事以取求。苟以为罪，引一作之，终不为万人谄枕也。故下无怨毒。”时未至河南，比张延赏，而众后兼正过之。复以吏部侍郎赵进门下侍郎，痛中书门下平章事李时为金兆尹，包下务进奉。寻于显节曰：“刘府明薄入有素，于者应内度之。”金进奉乃出何色邪具以对时方信依为以免。顺宗立即迁吏部尚书。王叔文起周立为翰林学士、盐铁副使、内交掩人、攘挠政绩，为职亦为宰相，居外奉行。叔文一日至中书见职意，直立曰：“方宰相会时，百官无见者。”叔文会，赤立，立走入白，直意起，就阁与叔文语。寻于与度又高隐绰拥以待，请之。立白二公同犯矣。寻于愧曰：“吾可复居此乎？”命左右取马归，卧家不出七日，罢为吏部尚。PG 2248。书议会有疾，数月卒，年68，赠尚书左仆射、太常博士。徐副侍文献，兵部侍郎李训言：“闻者，经纬天地，用二世，非春秋之政，请更易。复位二世，周汉以来有之，威烈甚近，周也，文中文臣汉也。况寻于名臣，二世不贤。”训曰：“是一正也，尧舜是也。二是非古也，法所不载。”赵从复议。子谭以复应补弘文教书郎，
擢累谏议大夫。宪宗取武中官为河堤使，弹奏罢之。穆宗立不恤国事，恕荒逆，土翻方墙。谭与崔琰等停对曰：“陛下新即位，一侧身勤政，而内担宴席，外盘油田。今吐蕃在边，居后中国，假令缓急，臣下乃不知陛下所在，不拜。是乎？夫今增所出，故名高血，可使畅忧无功，烂被赐予。愿节用之，以所于被边，无令有私重取百姓，天下之幸也。”帝不义，故宰相萧勉曰：“是皆何人？”勉曰：“谏官也。”帝亦解，乃曰：“朕之阙，下能尽归忠也。”因召谭曰：“阁中书不款款，后有违我言者，当见卿言因。”时阁中奏酒废，至是是相庆。王承元喜振华节度使，郑人故留不出。承元请以重臣劳安。其君召谭为宣御史，起居舍人王凡复之。使郑人慢甚，即谭传召，开叙大义，君遂安。陈元乃得去。宝历初，擢京兆尹。文宗召为翰林侍讲学士、进工部侍郎。谭于京述该身，专独守正，帝尤重之。李宗闵、牛僧孺之政，以谭与李德裕后，继其亲近为助力，杨谦工部尚书，罢侍讲，欲推远之。帝雅相学，颇思谭，复召为侍讲学士。德裕既乡，以为御史大夫。帝常谓因又善言经，其为人正谈比也。宗闵谓曰：“二人诚通经，然其议论不足取。”德裕曰：“谭有之言，他人不欲闻，唯陛下宜闻之。”而德裕罢，宗闵复用谭。PG 2249。昼户部尚书下除秘书监。宗闵得罪，迁刑部尚书、进尚书右仆射，叛国子祭酒。李训诛，帝召谭氏赵进忠，遂拜痛中书门下。平章事，封营阳郡公。不喜文辞，并进士浮夸，见废其科，曰：“南北朝所以不至文采甚直厚也，是为用才，何必文辞？”又言文人多挑薄。帝曰：“纯薄似复姓之意，希特进士耶？且涉世科耳，百年举可议。”乃止。帝常谓百思不可使一日迟惰，因止香。按卢曰：“此使华好，用久则会不治事，何由复心？”谭曰：“旧事之弊，在先则时。彼皆不涉直事，至穆王以辅，以不及。为敬此本于治平，人人无事，安逸自然。”帝曰：“要在谨法度而已。”进门下侍郎、弘文馆大学士。帝作言因论诗功否，谭曰：“孔子所删300篇始矣，其非雅正者，巫族为天子道哉？夫风大小雅，皆下次上之变，非上化下为之。故王者采诗，以考风俗得失。若臣后主随样帝特能诗之章解，而不知王数，故促归于乱。
张时渐渐，愿陛下不取也。帝美言：顺宗事不详时，使臣韩愈起当时屈人邪？喜罕。司马迁与任安书词多怨对，故武帝本纪多失时。谈曰：武帝中年大发兵士边，生人好瘁，府库单竭，千所束非。过言。李时曰：谈所成，因武帝已见，欲陛下终究甚德。帝曰：诚然。弥不有初，先客有终。谈曰：陛下乐观。书然要义不过一二，陛下所道是矣，以请愧以之。谭既明儒，故以宰相领祭酒，请太学、五经、经治博士。陆领比王府官，再迁太子太师。开成三年，汉帝多出宫人。李觉入贺曰：汉至，八月选人，晋武帝平吴，多采择，仲尼。所谓未见好德者，陛下以为无益，放之，甚德也。谭又推赞曰：晋以采择之师，举天下为左任，宜陛下以为阴见。帝 PG 2250。善其将美，以并起去位，有诏解太子太师，许五日一入中书，商量政事。俄霸为尚书左仆射。武宗初，李德裕复用，欲元坛共振，故辞，乃受司空，致仕卒。谭清振退曰：与人未尝串侠，魏相国所居地不佳室内，吾妾隐。女孙氏崔高，官才九品未佐，帝重其不婚全家。谭之是讲美以后风俗，触朋比再三为天子言，故中为相。然及恶多所不容，是以为太过，但之使谭以荆棘顽谋，博士漏浅，不能正谏言，愿与俱学鸿生共立筹刊，准汉旧事，漏时态。学是万事法，赵可。谭乃表周驰、崔求、张次宗、孔温业等是振其文，刻于石。子亦绰，亦绰俏丽有富风，以门应进，为李德裕所知，卓位难位。执弘文馆，累迁谏议大夫。宣宗初，刘同胄镇州刺史，受贵馆官。察使亦绰故真，同被则未久，不宜复连察。帝以遣使者班诏追罢之，迁给侍中。杨汉公为荆南节度使，坐坍塌，贬秘书监，寻拜同州刺史，亦绰与正公于封还致书。帝自即位，谏臣归政无不纳，致仕有违汉公帝者，遂终不议，会赐宴进。中天子即求至门下官，谓二人曰：竟论汉公事，累朋党者。亦绰曰：同州太宗兴亡的，陛下为人子孙，当甚所负，且汉公莫没拜官，奈何以众帝思之？帝变色。翌日贬商州刺史，时由一律应召赐妃于后胄秘书兼迁浙东观察使。中太子少保谭帝朗，朗字有容，始辟柳公绰山南幕府，入迁右拾遗。开城中擢起居郎。文宗与宰相议政，是见朗执笔吃头下，谓曰：相
所论事亦记之乎？朕将观之。朗曰：臣执彼所书者，史也。故时天子不观史，其太宗欲观之，诸子奢曰：史不隐善，不会恶。自中主而下，或是非护师，见之，则史官无以自免，且不敢执笔。主遂量一称，史记天子言动，虽非法必书。PG 2251。庶几自斥。帝曰：谓宰相曰：朗元固时，不必朕见起居住，可谓善守职者。然人君之为善恶必忌，朕恐平日言之不协制体，为将来修庶一见，得以自改。朗遂上之，累迁谏议大夫，为侍讲学士，由华州刺史入拜御史中丞、户部侍郎。为二月，浙西观察使、进义武、宣武二节度立功。部尚书判度之，御史大夫复为工部尚书、统中书门下平章事。中人李进时排朗邹导持去，朗以闻宣宗节进时，自言供奉官。不必道，帝曰：传我命则绝道恒可也，而私出，不必宰相邪？即斥进时。又时一阵言者，故在幕府，朗以谏臣与府相争得失，不论则废职，奏徙他官。久之，以及自臣，罢为太子少师。卒，赠司空。使朗举进士，有乡者言：君当贵，然不可以苛帝进。俄而有司擢朗第一，既又复食被放，乡者贺曰：安之，以而国相。高颖，字公楚，其先自渤海徙魏州，遂为魏州人。九岁通春秋，公叔文者与莫父诸如称之。父伯祥为好治卫安禄山县京师，将诛之，引上右解衣请待贼役，并待之。宝应初，即进士第。代宗为太后迎张敬嗣，引以白衣尚书。谏曰：陛下大孝殷心，与天罔极，真真之思，要无以加。臣未息，立追孝，臣为有义，防时矫人，不得无损。舍人救嗣，何服之？为袭鲁庄公，单桓公庙迎而克其爵。春秋，书之为非礼。汉，孝惠、孝景、孝宣令郡国诸侯立高祖、文武庙，至元帝与博士一郎斟酌古礼，宜罢之。夫庙犹不悦礼而立，况似非宗时所安，神灵所宅乎？单万人之力，邀一切之报，其为不可议。民矣。奸者昆吾孔赤，见时生人，百姓凛凛，无日不涕。遣将攘。PG 2252。却王尺寸公陇外攘的尾诸豺狼。太宗与南之夜，传之毕。下一夫不惑，尺土见亲，告臣之时，有恐有却。况用武以来十三年，伤者不救，死者不收，善促补臣，于今未已。夫兴师十万，日费千金，计十三年，举百万之众，资粮师非具，取足于人，劳罢婉转，食不衣载。父子兄弟相视无聊，言谨敖敖以益亡命。纵未能出进财，善官寡，
犹当少袭劳弼以欧修之。奈何荣辱未平，卿的未复，金阁未及，皮人未抚，太仓无终岁之楚，大农有雀孤之弊，欲以此时心利益哉。彼八月雨，不润下，疏麦失时，前守狼顾，忧在坚实，若遂不给，将何以救之？无嗣有可，无人其可乎？然土木之情，公用之费，不须府库，将焉取之？府库既竭，则又诸求，若人不堪命，盗贼相挺而兴，戎狄成奸，以为封臣，得不为陛下深忧乎？臣闻圣人受命于天，以人为主，苟公济于天，天人同和，则宗庙受福，子孙蒙庆。传曰：德教家于百姓，行于四海，天子之孝也。又曰：吾念尔祖欲修厥德，既受帝旨，失于孙子。是之王者之孝，在于臣顺天地，严配宗考，恭慎德教，以临照明，彼四海之内，欢欣助祭，言福留作，永永无穷。未闻重树范公，雕琢金玉之为孝者。夏禹卑公事，尽力勾续人道于今称之。梁武帝穷土木，是塔庙，人无称焉。陛下若节用爱人，当与夏后其美，何必劳人动众，种梁武遗风乎？及制作之初，知费尚浅，人贵量力，不贵必成，是贵相识，不贵必遂。陛下若回思虑，从人心，则甚得孝思，隔于天地，千福万禄，先后受之，曾是一四教功德邪？书奏未报，父上言：王者将有为也，将有行也，必积于众而顺于人，则自然之福，不求而至，未然之祸，不除而绝。臣闻神人无功者，不为有功之功；圣人无名者，不为有名之名。不为有功之功，故功。 PG 2253。 莫大，不为有名之名，故名莫后。古之明王积善以致福，不废才以求福，修德以消祸，不劳人以攘祸。陛下之淫作，臣妾祸之。若以为功，则天父的宰阴师阳化，未曾有为也；若以为名，则至德要道，以顺天下，未曾有待也；若以致福，则通于神明，光于四海，不再废才；若以攘祸，则方悟觉得，枉有天灾，不再劳人。金星造去疾，人徒杰作，土木并起，日克万功，不遑时习，蓬痴愁痛，盈于道路。以此望福，臣恐不然。陛下即定多难，历经思治，务行宽仁，以信天下。今故为群情训，左右过计，臣妾为陛下习之不纳。以茂才一行高第，累擢咸阳尉。郭子仪取为朔方长书记。子仪怒判官张谭，奏抵死，隐隐求胜利，五子一役，下喜一事。臣李怀光引左兵宁府。怀光江淮河中，引劝不如西营陈馀。怀光反方睿，不听。既又欲息兵谷而息，石浑兼提孤军抗贼，群将未及，
引孔为怀光所臣，与李雍左顾止之。会怀光子玉后，引因邪说曰：君是天宝以来称兵者，今上谁在？且国家故有天命，人力不欲焉。今若是众而动，自绝于天。时势之小，必得忠信，安知三军不有崩溃而助顺者乎？欲大惧，刘汉不能与。引因与其将吕明月、张延因谋奸盗归国，是谢怀光先斩二将，然后引结鞘，引抗慈魔所溃引，观者为泣下。怀光惭，射之。孔朝父遇害，引抚尸而哭。怀光以诛，李胜表其忠。马遂奏管书记，召拜主客员外郎、迁中书舍人。久之，进礼部侍郎。十四方士物朋比，更相遇见，以动有司，训明王时。引及之，乃谢绝请业，专行义。司贡不凡三岁，真幽独，亦浮华。刘敬之俗为衰，迁太常卿。贞元末，擢中书侍郎，统中书门下平章事。顺宗立，并不能事。王叔文党根据朝廷，帝使召皇太子监国，而引以刑部上。PG 2254。书罢。明年，为华州刺史，镇上人敬。初，骆元光自华引军戍梁园。元光促军入神策，而州人遂享其粮，民困输入，累次。使但不敢白，引奏罢之。复召为太常卿、除御史大夫。数月，改兵部尚书，故起骸骨，以尚书右仆射致仕。卒，年七十二。赠太子太保，谥曰真。引公甚不与人交。常长至告，家无留陀，或劝何如前人传。至极者，答曰：王言不可藏私家，生平不治产，有劝迎之者。答曰：禄饼虽薄，在我则有余，田庄何所取乎？引之乡野，与郑荀彧同拜。既书文用事，荀彧优甚，真不能的，乃称疾不出。引未有所见白，而与荀彧免，故义者嫌荀彧而就引。子定赞曰：王叔文虽内敛蛮隐，外以奸回，以攘天权。然事实太子已长，朝无贤下，若荀彧、引与杜佑等亦然引东宫监国，直退叔文辈，其力不难。故荀黑苟安，所谓焉用笔香者矣。荀于一份卧地与引又故位，二者亦不足相亲重云。定便会七岁读尚书，至汤氏，贵问引曰：乃何以臣伐君？引曰：应天顺人，何云伐邪？对曰：用命赏于祖，不用命禄于社，是顺人乎？引亦之，小自懂耳。是众其早会，以自显。常通王室，亦为图合八出，上圆下方。合则众，转则眼，七转而六十四卦，六甲八节备焉。是至今，赵府参军。正因字文明，余庆从父行也。又有其志，善属文，所教皆天下有名士。擢进士，弘辞高第。
张延赏率剑南奏署长书，即入为起居郎、翰林学士、累迁中书舍人。德宗自兴元还，至六军统军事六尚书，以处功臣，除智用，白麻腹外。又废宣武军，亦左右神策，以监军为中尉。窦文昶事功，因讽宰相敬拟如统军比，应当作制，奏言天子封建。 PG 2255。或用宰相，以白马署制，副中书、门下。今以命中尉，不时弊。下特以宠文昶邪？遂者为令也。帝悟，谓文昶曰：“武德。”贞观时，中人指内侍、诸位将军痛政赐妃者无几，自于朝恩矣。来，无复旧制。朕今用耳不为无私，若麻至宣告，天下为耳邪？我为之。文昶叩头谢，更命众书作诏，并罢统军用麻矣。明日，帝见因曰：“宰相不能拒中人，得亲言乃误。顺宗病，不得与王叔文与牛美人用事，权政中外，但广陵王雄瑞欲为之。”帝诏因草立太子诏，因不请折书曰：“立敌以长贵白之。”帝汉乃定。宪宗即位，拜中书侍郎、统中书门下平章事、迁门下侍郎。使卢从始因与王承宗联合，有诏归路，从始辞路伐梁，请留军山东。李吉甫密赠因漏言于从始，帝怒，坐御堂殿，召学士李将与其故，且曰：“若何而处？”将曰：“臣如是，罪当诛。然谁以闻陛下者？”曰：“吉甫为我言。”将曰：“应任宰相。”时明节不当如犬至宵禁与奸臣外通，恐吉甫是闸内计，早为丑辞以怒陛下。帝良久曰：“己误我。”先是，杜皇长方为帝移萧节度、强王室，建议才可，不官。绝于殷，殷长默默。居位四年，罢为太子宾客。久乃检校礼部尚书，初为岭南节度使，后累迁河中节度。入为御史大夫、检校尚书左仆射兼太子少保。文宗太和中年老起骸骨，以太子太傅致仕。卒，年78，赠司空，谥曰宣。因本已如数尽，守道寡欲，所居不为选贺事，以笃实称。善明理学，是以其德推之。孙浩举进士，以起居郎上万寿公主，拜驸马都尉。有气时，宣宗时恩宠无比。中检校礼部尚书、河南尹，权得于自宰之。父高见着行传，得于七岁居父丧。哭勇如成人，为官以文章称诸如奸。韩回处置河南，辟至墓。PG 2256。辅父从江西观察使李坚辅为判官，杜佑陪胄交辟之。德宗闻其才，召为太常博士，改左补阙。贞元八年，关东、淮南、浙西州县大水，坏庐舍，飘杀人。得于谏言，将淮田一善熟，则旁资数道，
故天下大计，养于东南。今寅雨二十，农田不开，不往日种。宜则群臣民食通。方者，持节劳赖，问人所疾苦，捐其租入，与连帅守常讲求所宜。复取于人，不若葬于人之故也。帝乃遣西至等四人巡行。魏府裴延龄以巧信进，判度之，得于尚书赤言，延龄以长。复正而用度未进者为县吏，以夸己功，用官钱受常平杂物，还取其职，号别驻县前，因以往上边军阀，不秉良，召获疆场，其事不细。陛下疑为流言，胡不以新吏召延龄，直合本末，则中朝臣按复编资。如言者不谬，则邦国之务，不以委非其人。书奏不审，迁起居舍人。岁中，兼之至告，进中书舍人。当世时，帝亲览数政，众除败，凡命诸朝，皆守至中下。使得于之至告，而须代给侍中。高隐为舍人，居数岁，代卒，隐之礼部，得于独知两省，数旬亦还舍，乃上书言，左右耶元，承天子诰命，奉行降复，各有忧思。旧制分曹十元，以乡防检，大抵是有所拥，则立得为妃。四方闻者，或以朝廷为伐事，要众之私，不以久废。帝曰：非不知卿之劳，但则如卿者未得其人耳。久之，知礼部共举，征拜侍郎。凡三岁，征品降帝，所得是相继为公卿、宰相，取名京初步县员。十九年，大旱，得于因事上陈阙正曰：陛下斋心俭善，敏策圆圆，告于宗庙，导诸天地，一物可齐，必治其理，一事有请，必听其言，忧人之心可谓治矣。臣闻消天灾者修正术，感人心者留惠泽，和其洽则响应治矣。积殿之内，大律斥的而魔所望，转徙之人必薄道路，律众脉时种不得下。遗诏 PG2257 在所裁留经用，以众待民，经资租付急速不远待，一切捐除，设不捐除，亦无可怜之理，不如先试图之，则恩归于上矣。十四年夏旱，吏去常复，至县令为民殴辱者，不可不察。又言漕运本纪关中，若转东都，以西援到仓岭，西入京师、都江淮，所书已被常述，然后约太仓一岁纪，斥其余者以跳于民，则时驾不勇而蓄藏者出矣。又言大历中，一间值钱四千，今止八百，税入如旧，则出于民者五倍其出。四方锐于上县，为国剖怨，广军食之求，而兵有虚极，包取多方，虽有新技巧，力能伤功力，其余割骨弹口，困人君也。又言彼荆楚放者，自谓稳士无奇，作为匪人，以动和气。而东建关于三年，未受命，衣食既空，客然就毕，此亦穷人之一端也。敬陛下喜。又触放者，或
或岂为两千石，其徒更相勉，知千富可望。为因而弘之，使人人自笑。帝颇采用之。宪宗元和初，立兵部侍郎，作类喜太子宾客，而还前官。实则陆卢从使诈傲，竟不至，其父前促京师，而臣得王成宗父。死求袭，得于建，以为欲变山东，先则昭义之帅。从使拔，自军校，眼见不法，今可因其丧，选守臣代之。臣得习俗祭酒，当至以见，许臣得之请则可，许昭义则不可。帝不听，即亡。臣宗叛，从使乃诡计以挠王师，兵老无功。得于父请赦臣宗，喜从使。后皆略如所料。会裴寂病，得于自太常卿拜礼部尚书，痛中书门下平章事。王鄂昼和中入朝，求兼宰相，李藩以为不可，得于一奏平章事非叙敬仪的，彼方正代宰相，必有大忠若勋，否则强不至者，不得已与之。今恶无功，又非姑息时，亦假此名，以开后人不可。帝乃止。董熙于高摩以运粮食到军心，刘岭南，帝毁其亲赵忠，使半道杀之。得于建、熙等方山东用兵，甘没库财，死不偿。PG 2258。则陛下以刘赤太清、当泽臣等谋误，审正其罪，明下诏书，与众同气，则人人惧法。臣之以事不正，然一时或有此彼要，须有私论报，罚一劝百，孰不甘心？帝深然之，常问政之宽。猛熟先对曰：唐家臣随苛虐，以仁厚为先。太宗皇帝建明唐徒，使进边备，列圣所寻，皆上得教。故天宝大道窃发，而一灭，盖本朝之化，感人心之深也。帝曰：臣如公言。得于善辩论，开诚古今本末，以觉悟人主。为辅相宽和，不为察察明。李吉甫在秉政，帝又自用李将参赞大基。是时，帝切于志，事具细析则宰相。吉甫将议论不能无迟意，至帝前据言即变，得于从容不敢有所轻重，做事罢为本官，以检校。吏部尚书留守东都，进扶封郡公。于敌以子杀人，自求轻弃，莫敢过门，朝廷无为请者。得于将行，言于帝曰：敌之罪计，待不敬，宜因赐宽诏。帝曰：然，卿为无过欲之。复拜太常卿，喜刑部尚书。先是，召许孟荣、蒋义堪会阁斥继臣上之刘敬忠。得于请出其书，与侍郎刘伯除参复研考，定三十篇奏上。复检效吏部尚书，初为山南西道节度使。后二年，以病起骸，卒于道。年六十，赠尚书左仆射，谥曰文。得于生三岁，知辨四声，四岁能赋诗，积思经术，无不贯宗。自始学至老，未曾一日去书不关。
长者论，卞汉所以亡。西京以张宇，东京以胡广，大致有补于世。其文雅正善入，当时公卿侯王功德卓异者，皆所铭记，时长七八。虽动止无外事，其运及风流，自然可慕。贞元、元和间，为晋生与疑云。子渠，字大归，元和初，卓进士，历监察御史，有美称。宰相李宗闵乃父门生，故建为中书舍人。时李训携宠，以周易博士在翰林，取与舍人高元玉，给侍中郑肃、韩赐等连章。何训亲父殷巧，且乱国，不宜出入晋中，不听。即宗闵贬，渠。PG 2259。吕表辩解，贬郎州刺史。文宗怜其母病，徙郑州。训诸时人，多渠民祸福大体，能事其家。崔群，字敦师，备州武城人。为官，举进士，录制主贡举。梁素见其有功辅才，擢甲科，举贤良方正，授秘书审校书郎。累迁又补阙，翰林学士，中书舍人。数臣党言，宪宗加纳，因赵学士，凡奏议，呆群属乃得上。群以静谧之言，人人当自成，亦为故时，后或有恶职丑政，则他学士不得上书矣。故让见听。会昭太子薨，是时遂望敌，而李王常多内助。帝将建东宫，召群为李王作让。群奏大凡己当的则让，不当得之勿用让。今遂望敌，以为太子。帝从其意。为伯田季安以五千间驻营开业佛祠，群以为无名之县，不当受。有诏却之，进户部侍郎。元和十二年，以中书侍郎统中书门下平章事。李师道祭诸师古等妻子没入掖庭，帝疑，以问群，群请示之，并还其奴婢资产。盐铁院官权常如坐醉抵死，其母貌盖子一样。帝释然，欲赦之，以问宰相，群对陛下幸怜其老，宜及遣使谕旨，若须出斥，无及矣。于是免死。群反起奏，评述如此。帝常与宰相听受之计，不亦难乎？比赵学士及前世事为贬谤略，以自警戒。其要云何？群对无情，屈直辨之至意；有情，则欺为难审也。故孔子有重好重恶，尽论夫受之说，以其难辨也。若陛下则贤而任，待之以臣，纠之以法，则人自归朕而不敢以欺。帝委其言。处州刺史苗基进献钱七百万，群以受之，失信天下，请还赐。其州以书下户之父。是时皇甫伯严厉信于帝，因及左右求宰相。群数言其宁邪不可用，既入对即开元天宝室。群因推言其疾曰：安危在出令，存王系所任，习玄宗少力屯险，更民间疾苦，故出的姚崇、宋璟、卢怀圣府以道德、苏挺、李
PG 2260。袁弘孜孜守正，则开元为治。其后安于逸乐，远政事，逆小人。故与文荣以言力尽，李林甫、杨国忠互宠朋胁，则天宝为乱。愿陛下以开元为法，以天宝为戒，社稷之福也。又言是魏禄山反，为治乱分明。臣为霸张九龄、乡林甫，则治乱故矣。分矣。左右为感动，群以侍讽帝，故伯贤之。帝促自相伯，会群臣上帝号，伯欲兼用，孝德为号，群独以为友，瑞甚，则孝德并见。帝闻不乐，会度之秉赐边事不实，勿多避恶。李光言忧甚，至欲引佩刀自绝，中外皆恐。伯奏边鄙无事，乃群鼓动，欲以买职，归怨天子。于是罢为湖南观察使。